妈就很能跑的不是罗本，啊，罗本妈就是一个超级蓝跑的呀，蓝领球员，我忘记叫什么了，啊，对，库伊特，我操，荷兰球王库伊特，你妈怎么不买库伊特呀？我靠，库伊特是个前锋呀，对呀，以前你妈我告诉你，荷兰球王库伊特。把舍甫琴科是乌克兰的好吗，兄弟们，不要他妈的不要拿这种来过来搞笑好不好？库伊特能跑的一逼，我操！他退役了，是的，我说以前啊，他妈的绝逼，你妈蓝领球员中的蓝领，苦的一逼是个逼。库伊特比较适合来中国踢球，妈很苦的，你知道吗？他。妈的哪里有哪里有哪里有漏洞就让他去补哪里，你妈的真世界球王。好了，决赛来了，青本对那个索拉，大家踊跃买起来，我建议大家买索拉。索拉索拉今天状态非常好，对，大家今天真的非常好，他一路过关斩将都基本上打都是神主，战胜了把本，战胜了这个 Zest， 还战胜了 Claudi。 索拉反正就现在就每盘他妈都偷起来，对啊，这盘好像没 这盘好像没有这么打。你说哎，有没有神族会选择迷信这种开两叉两追的？有啊， Parting 啊，这开始就是跟着他学的呀。就你只要侦查到你就没用了。这种三 G 偷起来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疼。那索拉，我一直觉得我曾经一直觉得他是没有智力的。其实他今天看完之后，觉得他索拉是这样的。索拉很喜欢那个，就是索拉很喜欢学那个，就是新的战术体系，非常喜欢。你还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个蟑螂狗毒爆一出来，索拉就在用吗？斯努特流也是索拉第一个用的，当时韩国选手都不用的时候，就是斯努特用了，然后索拉就非天天用。然后后来大可这些才学会的，就索拉是一个非常喜欢去，可能也是英语比较好的原因吧，所以他就非常喜欢去学了一些欧美的战术，然后再加上他的小无相空在推动这些战术，那猛的一击。其实索拉在我心目中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个非常强的神族选手，但是他很尴尬的是没什么太好的成绩。他大粗逼怎么没有成绩吗？感谢小小丧尸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感谢兄弟，真的没有什么成绩，这对我来说其实挺意外的，因为我一直其实都挺看好索拉的。太粗了，他真的太粗了，他每次打比赛都是那种一到中期就是乌七八糟的一波就往边。他能赢很多很多很强的选手，但是他不是每次都能过关斩将的。对，标准的四分三十秒蟑螂潮，然后甩了三个起，嗯，这什么意思啊？蟑螂一波要拼一枪，他打四期蟑螂一波啊？对呀，有可能的呀。好了，这个被戳了，先知被戳了，感觉要四期蟑螂一波了，切。哎，不像，他又补了一圈农民，四期蟑螂一波，一般在55个农民以下的，不会再往上走，因为你往上走也没什么意义。他这个不是四期蟑螂一波，他我估计是先蟑螂先憋出来一波，然后转刺蛇第四，转飞龙有可能是，亲们这两个使徒有点精髓，来的恰到好处。哎，这波索拉你妈被出惨的呀，就8个农民，关键后面还跟了2个白球，
好了，这还打不过。啊，武王来没问题。小心点的、哎，他真的戳了，他真的戳，这他妈都被戳了十个农民，我靠！不管了，蟑螂一波，哦、他挨了一套蟑螂转飞龙。情有独钟的，就是对蟑螂转飞龙。其实我现在不喜欢蟑螂转飞龙，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吗？中期神族的白球太多了，你的飞龙，如果你烧不到东西的话，你转飞龙，不要你就转五条不就完了吗？哎，对，你转五，你转个七条飞龙，比如说，你转七条飞龙，在中间那段时间，其实给神族没什么太大压力的。你就转五条飞龙啊，到他家里面走一圈就好了。然后我就跟你说了，我现在就喜欢九阳神功之后，然后三矿四基地，然后再开四矿，然后农。女王补六七个在那边，如果你要投过来也没问题。然后蟑螂塔一出，然后一攻狗，蟑螂狗跟你搏正面，正搏完之后，蟑螂狗毒爆跟你滚一滚，那不就死路特流吗？不，哎，索拉这个狗皮每盘都赚十条飞龙的，那么拼啊他！这不是拼，这是求稳，我告诉你。没有，他十条飞龙要去别人家的。他去别人家，然后等你来打我，他跟你强。他转十条飞龙，我告诉你有很多好处。首先，你一个、那个、地堡防不住，地堡防不住。其次，你十条飞龙，其实你烧完之后再来抓那个能进白球的话，你也能抓得到。你这样六七条飞龙的话，未必能抓得死。哎，我觉得遭中啊，这十条飞龙进家，没什么对空，挡不住了。直接去二矿，遭中了，遭中了。这个正面这拳也不一定打得下来。但说了，由于是前期经济伤太厉害了，所以他的兵兵没有爆出来。正常情况下，这个时候索拉应该已经是200人口了。他到现在为止，你看他只有164人口，挡这波未必挡得住。正面只要守住就行，家里面肯定崩了。其实正面索拉这个时候就还在续飞龙啊，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时候其实说来就有点粗了，像刚才这种局势，他在前面走，其实你细一点的虫族是可以用蟑螂甩一甩，慢慢甩，稍微消耗一点。对，农民是对方肯定是没了。那我怎么感觉他要换家了嘛？就是要换就早点换啊，直接出手。是的呀。他想等对方冲他一波，正面直接扛下来。这冲一波扛不下来啊，我感觉正面有点多啊。战斗人口大家是一样的，关键你还有十条飞龙在外面。好、啊，可以先截一波，这一波漂亮。哎，没有提速差吗？这尴尬了。哎、没提速差就没关系。这你把脚速忘记提了。哦，不是，脚速被打掉了。脚速被打掉了。我这没提速差，遭中了，遭中了。有提速差。本来有提速差，刚才那波下来有可能会被包这个蟑螂。不，他可能也是看到你没脚速的。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双线操作压力太大了，农民拖起来了，农民这个时候，这就被打死，蛮搞笑了。不过人口还是领先很多，飞龙可以回去了。飞龙回去有什么用？四个白球。哎呀，这你妈！白球现点，白球现点，白球，白球点掉。说了真的粗大的，但他还有五十个农民，他外面藏了很多农民。优势呢？还是说了优势？对他这飞龙带蟑螂，你纯追猎不可能打得过。刚才是一个盛世，但现在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悬念了。哎，但不好说哟，飞龙好像死光了。他纯蟑螂忙也行啊，你没有不朽了呀，你就一些追猎干嘛了？十五个追猎有跳吗？好像没跳，应该没有跳，应该没跳，因为他那个都没好，他那个脚速刚才都没好，就这口气了，因为农民差太远了。后面狗接上来，这追猎都得死啊！哎、打不过，就妈蟑螂火蟑螂就打个毛啊，就打。是的呀，你来抬嘛，砸了呀，把他，你让他凤凰抬，你就砸凤凰不就好了吗？追猎太水了，这个时候，真心水。关于索拉现在还是三矿饱和，49个农民，你这没办法，没科技，现在基本没科技，然后索拉现在因为有这个。蟑螂带火蟑螂这样的一个科技，而且狗还有一攻，他只要
后面去蟑螂带虎蟑螂带狗的话，正面是打但索拉还是要一口气吃下金本啊，这口气吃不下来，金本的科技马上就起来了。对，这个时候索拉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这个经济都榨干，榨干了之后全部把这个兵抱起来，抱起来之后然后正面打一拳。对，金本现在就是要靠拖，各种拖，拖时间，金本需要时间来去不朽。索拉如果给他再给他，我觉得不要多，再给他连一分半时间，这个时候就该 A 了。对的，这个时候就该 A 了。有火蟑螂的，这个时候 A 过去，对方靠立场也未必挡得住你这波。家里面拖不住的。如果你到十三分钟，游戏的时间到十三分钟再 A 的话，可能就遭中了。A 了 ，A 了 ，A 了 ，A 了。十三分钟前都可以 A， 就看这后面要接狗啊，后面要接狗。就看这排立场，他有那个，他有火蟑螂的呀，干嘛啦？你立场好，你立场好了，好了。火砸开，立场隔不动了，这个位置直接被斩成了一个弧形。就这个 timing， 对，十三分钟前 A 过去就赢了，十三分钟后就输了。主要追猎太他妈水了，这个时候。追猎真不行，追猎是真不行。又没跳，就几个不朽式输出。好了，直接顶脸了。砸。没用了，这挡守不住了已经，后面狗源源不断过来了。大粗逼。直接猝死对手，这盘其实在我看来，索拉早就该赢的，对，差点那个被打翻盘了。嗯，哎，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 WSG 报名啊 ，WSG 报名，不，已经有很多猛男的报名了。对，能报的兄弟们还报一下啊！对，在那个3w.wsg.com， 然后你进那个报名赛区，报名赛区现在还有几个赛区，线上有一个赛区还可以报名，就明天就截止了，大家可以去报名的，明天就截止了，线上赛区可以报名，然后有那个广东赛区、广西赛区、南京、北京、南昌、海口，还有个乌鲁木齐、昆明，这几个赛区都还能报名。嗯，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你可以去那个报名之后，然后直接去参加就好了，帮个忙啊，不参加也可以。对对对对对，没有，你可以这样的，我跟你们说、跟你们说个技巧，怎么嘛？你们去了，你们把那个 CS 或者 DOTA 也报了，带几个兄弟去把 CS 跟 DOTA 也报了，你过去说不定没有三个队。切。你还带这么玩呢？他前三名都有奖金的。你过去要是只有两个队，你妈的，你们第三个队，你们一坐下去，这妈就拿钱走人。不，只要有三个队就好了。啊？只要有三个队就好了呀，说不定别人也是你们这种想法呀。是的，你这不赌一下呀、啊？反正你就报个名，就过去打打心机的，对吧？你看隔壁，哎，他妈的就两个队，你马上就跑过去说我是第三个队啊。而且 WSG 的规定没有规定说你报了心机就不能报别的，没有这种说法，对不对嘛？实况你也可以报的呀，有什么不能报的呀？万一没人呢？你看刚才有人说他说实况只有三个人报名。要不是杭州赛也没有名，没有这个赛段，我肯定报名了实况，星际实况两个名额。哎，真的有可能的呀，因为以前我就知道，以前我做 WCG 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些项目他你妈的是只有两三个队报名的，然后你只要报名就有钱。怎么报啊？你们去 WSG 的官网可以报。WESG.com 官网可以报名。好了。第二场比赛开始了，金本要加油了。看索拉第二盘怎么开吧。
青铜组可以去打的呀，有什么不能打的吗？你们过去说不定你对手也是青铜组呢，这就不是，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重在参与。过去拿个选手证对吧，在那边交两个打星际的朋友也蛮好的。对，重在参与，到现场看看你们当地的一些高手打也挺好的。说不定过去还能碰到职业选手呢。玩这游戏不是说一定今天你要拿冠军的，参与一下的就体验一下这种比赛的气氛，这也挺好的。其实索拉又九阳神功了，就狗屁。他现在就无脑九阳神功。是的呀，牛拿没办法。好了，二级第一好，直接女皇摁下去，农民就拖下来了。老子狗碎也不提的，就这样了。哦，他单女皇先狗碎，他这个打法是，然后全挺起。他是这样，他这个打法是先还是把这个经济先补到饱和。他们重点赛区不报了广西，你可以去围观一下嘛，说不定广西会有那种职业选手过去，你可以现场看他们打，现场看他们打一会儿嘛，这个大家聊聊天什么的，职业选手还是挺随和的。不，你先跑过去认准这个人是谁，你就跑过去跟他说，哎，谁谁谁，我是你粉丝，我想请你吃个饭。然后这不就好了吗？不就可以聊天了吗？对不对？这种很冒失的跑过去聊天，有什么好聊的吗？万一认错了怎么办？啊，认错默默走掉呀。他万一说什么，比如说，哎，这个人好像李佩南，然后嘛，其实是 I， 然后你就默默就不说话了呀。这时候，粮食毒飘飘不到东西啊。这个分狗分得很好，又让我想起了苍姐，苍姐，我是你的粉丝。把衣服了一样，你妈脸都歪了，我怎么好想打死那个人。好，直接抓。还行吧，抓了一个也还可以，能接强行穿不进去啊。索拉真的很粗，我跟你说，他原来就为了省一个，哎，他就为了省一个防空的钱，然后想极限投，然后家里面就这个二基地就不放，真的粗。他可能有点偷，他第一时间觉得对方可能是出凤凰的，对吧？然后先扫我房子，没想到对方出了个先知，可能这样子。对。伊芙利亚现在好像已经不做主播了，她那个都是人妻了好吗？伊芙利亚，对，她嫁给那个写小说的那个叫天蚕土豆，对，她嫁给那个写小说的那个去了。天蚕土豆好像还是挺有名的，就在小说界还是挺有名的。对，天蚕土豆。因为有上次我那个上次他来找我，他那个跟那个饿了么有合作什么的，然后刚好是他就天蚕土豆跟那个饿了么有点什么合作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聊起来了。你们干吃土豆有什么用吧，我靠，那人家结个婚不是很正常吗？是的呀。好，标准的五分半钟，五分四十五秒到你家里啊，基本上就是。他不收啊。迟早有一天，我告诉你们，韭菜也会成为文学家的。他不是哲学家吗？他不是想当。不，他是文学家，他这是他的梦想。索拉这炮在里面，我在放在里面，韭菜也算是有点追求的，对吧？这把好像是四期蟑螂了，还可以，还可以。
개멸자가미리미리찍은게아니기때문에한번밖에개멸충으로아四级蟑螂一波了。哎，那么狠啊，这个狗逼啊！那没办法，他前期吃亏了，然后四级蟑螂先顶你。而且关键是你要想，清本现在一个农民都没杀到啊，只能现在在外面铲屎。写小说的我还是认识几个的呀，什么唐家三少呢？唐家三少我不认识，我认识那个无罪。前几天我在跟他上几个月我还在跟他聊天来着，他以前不是写那个什么彼岸花呀，写什么那个写那个流氓高手的吗？以前写星际出道的，然后现在好像在现在也是写那种小说，现在挺有名的。现在挺有名的，无罪。他人在好像在苏州还是在哪里？本来那次我让他下次来上海聊一聊的。别说了，就看这一拳了。这一拳啊，双线，哎呀！哎，这我感觉挂了呀！这个四级蟑螂很凶，我感觉挂了呀！这波，这不行，不行再被点。其实我觉得青本暴兵还可以，但是索拉这个四级蟑螂真的，现在就是九阳神功偷出来之后，他的 timing 比所有东西都快，比以前，对，比以前快，你防起来就压力很大。以前四级蟑螂防其实压力就很大了，现在偷出来之后更恐怖，死了，暴雪终于要。为了一个解说而改变平衡性了，切，机器二比零。黄旭东战术让重组整个的战术体系都带来一个质的变化。二比零呢？关键是就是说你现在运营比以前快之后，你再用以前的这种极限一波的 timing， 就直接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变快了。对。这太恐怖了，反正战术前期也没什么太多破绽，这才最恐怖的。感觉要不三比零呢？怎么办嘛？这种啊，这种战术革新了，现在所有的这种人族和神族的选手还活在梦里面，人族可能还稍微有点好办，可能就野兵营这个还可以破这个战术，但是神族怎么办？真的两叉两追猎呢？啊，两叉两使徒呢？黄海东，这个锅既然是你，这个锅既然是你闯，你就要把这个锅给背了。我背什么锅？创造一套神族和人族可以完美克制的这个九阳神功的一个体系。哎呀，没有体系的说法，就是说别人偷你，他妈你现在跟他对偷，只能这么打。他的偷是算过你前期的一些战术的，然后你现在要么你就极限 rush， 要么你也偷，就那么简单件事儿。问题极限 rush 神族怎么极限 rush？ 修地堡呀，修地堡未必好不好？地堡加水晶呢？地堡是地啊，没用的。我跟你说，哎不是，我告诉你一个战术，打这个战术凶的一逼，打九阳神功啊。你说，你到他门口，你都不要去修他地堡，你到他门口先点根水晶，点个地堡，然后他又慌了一逼呢。不是，你不要让他看到，你到很远的地方去点根水晶，点个地堡，点个兵营啊。然后你他妈就修电池，然后出追猎带那个出追猎带不朽 rush 就死了。那我问你，这个战术能够用几次？啊？妈，你用了就你用一次之后，他就再也不会用九阳神功了。不会啊，人家会做。你用了之后，别人只会调整细节。调整不了，九阳神功没得打，打这招。我就会第二个房子，我就会侦查了呀，那几个点。你侦查了，你看到也没用啊，你没气啊，哥。哥，你没气，你懂什么意思吧？
妈的，反正 我觉得你没气，哎，我上来就点一个地堡，你他妈没气，没气你的 你能怎么打？不，你点很远，我又不怕的呢。你是不怕呀？然后你怎么打吧？你去换我家呢？不要说了，待会我用九阳神功，你来修地堡试试看好不好？我来试一盘给你看嘛，反正好不好？用到这个，哎，反正就是你他妈就狗就对了。我还没那个过呢，还没遇到过。哎，真的就这种你门口你妈点水晶点出威亚出不朽，凶的一逼，能修能。如果能修他地堡就修，修不了你妈就到门口去点，找一个位置卡一根水晶进去，卡一个地堡进去，然后点个冰影，点个 VR， 然后就开始干起来。别说你来点好吧，你来点。是的呀，反正我跟你说，九阳神功就气很慢，很容易被这波打死。我第二个房子就放在二矿那边，随便你点，好吧，随便你点。是呀，你看着嘛。待会等他们打完，我估计也快了。你都是慢气开的呀，九阳神功，你想想是不是嘛？要不然你没狗速，你能怎么办嘛？这盘说了并没有用九阳神功，这盘就是正常的开局。是的，又不是一定每盘都要用的。用呀，这种东西对不对？没有，他是 不是他是用的，但是他的细节不一样。你知道他是什么细节吗？他是先提狗速的细节，他是先提狗速，然后这样的话他的这个三 GD 要慢个大概几秒钟，但是呢没关系，他的狗速是一样快的。他这个细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第二个女王。开始对对对，他没有第二个女王，但他的狗速就是正常的狗速，他是踩满170之后，然后再挺农民过去的，嗯、看到没有吗？就他牺牲了女王的这个进度嘛。对他这不一样，细节有点不一样，但是总的来说的话，反正各有各的好嘛。他狗速不慢啊，这个至少。但总的来说，我觉得他卡的不够死。反正现在虫族，那个虫族就是这样，就是你没有制裁他的体系，他都这么开，你怎么办嘛？没错。不，他这个开局就很早以前的那种方式了。就为什么我们说现在体系更先进呢？就是说你通过一些气体和狗速的一些调整。你可以让自己在先开三 GD 的同时，并且有两个女皇，不像索拉这种同时，他是这个几个女皇一起造。我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你这样就少虫卵啊，对，对不对吧？你这样开就少虫卵，少个两三口卵。我不太喜欢索拉这套开局，就少两三口卵啊，不是很舒服，就不够偷嘛，说白了。还不够偷，因为能有些东西能偷的，你就必须偷到，这是我比较信奉的这个套路。啊，清本还是飞好之后直接 VR。而且我的思路就是，你既然已经偷了，你就不要想着什么再去求稳什么的。这你妈！是的呀，那又没错的呢，你难道你不是这个思路啊？没有啊，我是在尽量求稳的同时偷呀、啊。不是，我就尽量已经求稳了。你这个战术已经求稳了，然后偷你就偷到。索拉这边就转那个了啊，他是九阳神功转。抬，哎，抬，这个是必须抬的。操作一下就好了。他是九阳神功转那个素刺蛇了，这盘他不用蟑螂。四分钟二本素刺蛇，直接两期下去。这个两期这个数字是非常快啊，主要是农民多，正常的数字蛇你没有那么多农民的。哎，其实说白了就是我把这个速度那、这个经济运营好的情况下，这一波打出来我的时间更快了，然后兵更多一点了。
这就是九阳神功的一个用法。速刺蛇，这个大概就是在5分45秒之前，刺蛇就能出了。青本这边是六兵营转这个白球，5分54个农民，54个农民开始爆刺蛇，狠的一逼，我跟你说。武器四射，前期就靠一些女皇就来防了，不过他第一时间提的是刺蛇的射程，应该看到了，这个应该看到了。这波过去，他有女皇的，女皇刺蛇都出来了呀，4分45秒，你只要把刺蛇卡出来就没事了。不，这波过去刺蛇都有了。对呀，这就是一个速刺蛇呀，他比正常的速刺蛇农民多，你看到没有吗？他60个。哎，不要。不要，这个第一个能进飞过去就倒了，第一个能飞过去倒 就不用打了。他已经60个农民了，这一波过来。哎，机器了，机器了，机器了，在打毛啊？机器了。青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是那个速刺蛇，在打个鸡毛毛。这不用打。青本在打什么啊？我靠！我可以 F2A 了，这个没得打了。哎，这种我真没看懂。那青本在打什么嘛？反应太慢，我觉得青本这样的，就是他只要一线在比赛中一陷入被动，他就有点打不来了。对，就我就我觉得是他这种人。不，这已经不用打了，这个局面。说了，只变一波那个变一波毒爆往你脸上怼就完了，就完了。对。闪电的确很快。有什么用？没兵呐、啊！你四把闪电把他刺蛇都闪了，我还不信呢。而且说了，我跟你说，他还是有很多细节不好的地方的。就比如说，他先升这个刺蛇射程，我不是跟你说打 rush 就是升刺蛇速度的。我告诉你，黄玉东，你不要那么绝对，说不定说了也失误呢，往闪电里面躲，各种洗澡。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哎呀，现在青白反打，看到没有？提速炸弹闪电，你妈这两个人都在瞎鸡巴打，对方是插带闪电，你他妈出几个毒爆不就是随便 A 的节奏吗？你看到没有？这闪电闪的还可以啊，哎，我只能说他们两个在不知道在打什么。啊，守住，收了，守住了。反打了呀，这时候你觉得我说是不是出两个三个毒爆，你往上一 A 就结束了。你说的没错，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打什么。好了，死了，这波毒爆变下去就没机会了，闪电也没有。刺蛇，你如果是打 rush， 肯定是向来先升速度的，你升他还在升射程有什么用吗？说了已经你妈无脑 A 脸了，我只能说他的确有点勇，这种局面还在冲。白球虽然血厚啊，但是架不住刺的多啊，再变毒爆啊，这个时候要不你再来对狗也行。哎，没几个叉呀，你妈搞得跟真的一样，我操。但这几个叉冲上去很有气势啊，狗只要来了就行了呀，随便拉一拉就给你打完了。你再刷叉吗？我再变一轮毒爆后面。我告诉你，虽然我承认索拉现在很有优势，但是也有可能会被挡下来的。现在索拉要做的是稍微往后续一轮，等毒爆。好，毒爆来了。那么我会操作的呀。你操作呀。这他妈操作什么东西？不，这操作不动的呀，这个地方。好，急跳舞这狗屁！他们两个以前一个队的，都是三星的，关系应该挺好的。这毒爆口口个狗屁！好，你垫。亲本估计气的一逼，我告诉你，怎么这种体系落后被打死是很气的呀，就觉得很无奈，自己你说就这一个失误，然后剩下的 Sola 已经在瞎鸡巴送了，然后还是输了。那个说实话，这一盘这个失误就注定他已经死了。啊，对，
嗯